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又要跟大家见面了。对，我们先来喂个龟吧。你给我出来，应该是三条吧？你再给你来一条好了。好了，无所谓了，给你多来一点吧。然后，我好像没有给你喂，是吧？你水有点少，先给你来一条小一点的鱼吧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应该吃得下。哎，就你，水倒完了。啊，这水很贵的，好吗？拧一下盖子，然后它是已经吃到了吗？我明明撒了三只的。好吧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。对，我开窍了，我现在开始拿鲫鱼来喂了，因为鲫鱼我知道它是肯定会吸得了血的。然后这个自己吃饱了就可以熬汤喝。这鱼好可怜哦。明天我给它换个大箱子吧。哦，对，现在就是要换了，因为刚才我觉得有拿它们养，有拿玻璃罐，但是呢，一想到自己养、自己看的话，没必要用玻璃罐。正好买了这个，对，这是海苔。我的天，我怎么拿摄像头呢？这样子吧，我操，怎么拧不开？太滑了吗？这样子的，哎，怎么抠啊？这是多少个？没知道啊。我的天，这怎么拿？很满足，我看着。哎，怎么都掉了？没有什么异味，海的味道我知道，但是水质是河里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海的味道啊。是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怎么还有的不够呢？大包装还送个罐子，好像是28.9块。然后你要是买小包装的话，买玻璃罐的话，这种那么大的罐子起码要18-19块钱，就差10块钱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，又能吃又能用，对不对？先放哪儿？先，一会儿带走吧。来，这水质主要是他们说吸完血就会下来，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下来的迹象，你说我怎么办？首先我往这个里面倒满水，因为他说了拿电钻钻的咬人家的水质肯定是会挤出来的，所以我再也不能拿电钻了。我想找什么水？对，这还有一瓶，不然我总不能真的用恒大冰泉吧？我操，要是碎了就傻逼了。3年不开张，开张13年。要有良好品德，每次用完把盖子拧上。对，不然的话每次都找不到盖子。像我这个大水桶已经没有盖子了。哇，这看着好爽啊！
下面有什么？小麦菜皮。妈的，最尴尬就是我的。当时谁跟我说用的好的？啊，好吧，我后悔了。就这种抽屉，一点也不好。大号的没事，小号的不行。它这个里面明显的有空隙啊。我的黑白网已经跑丢了，对，对，它跑丢了。一提到这，我就很难过，很难受。香菇啊，哎，我这水不够了呀。这个他吃了吗？不知道，别告诉他已经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真是的。关上盖子，马上朋友。这边有只白鼠，对，我在抓它，我就抓了一只这个。可怜的这大麦虫被我穿刺了，你看我也不知道它稳不稳，还挺准的啊，但是抓不到它呀。对不对？弄得特别松，就是这种，它碰一下就会关上就可以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上抓了一天也没抓到它，而且我的对，我水质买来的时候有26个，天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现在就剩下6个了，昨天还是7个，上礼拜是8个，对，现在已经没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真是尴尬了。对了，为了让他们更好的上钩，我扔点大麦虫吧，我怕如果真的今天晚上就抓到它的话，结果它饿死在里边。这里有一些饲料，把这个饲料撒进来。好了，这是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把它们堆起来，结果我的这个黑白网还跑丢了，我特别的尴尬。早知道不换了，用那小盒养的挺好的。这是今天新买的饮料，然后这些是，这不是蜘蛛，这是大麦虫。你看，大麦虫蜕完是这样，是成体。我是为了让它们繁殖。哎，我的面包虫呢？只有一只啊！面包虫，确实全是大麦虫。大麦虫的话，如果是有一群，它们是不会化蛹的，是不会变成这样子的。我的朱乐清还在看着我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用它吗？以前用它，就是因为用它，所以每天都在跑。它上面是这样有菱形的，它是这样的，空出一块。你看，轻轻松松就能把这个卡住，还能关得上，就说明这下面是有一条缝。对，这里有一条，有一个缝隙，对吧？它们能挤出来，所以我还等它们进食完毕，但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进食完毕的这个样子啊。反正这只鱼被我折磨得够呛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！我感觉走之前，要是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它们出来了，但是得把这管撤了，除非我在上面打个洞。在这打个洞就可以了，这上面的洞它也是可以钻出来的。对，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了。快来个聪明人给我想想办法，或者拿这个可以，这种泡沫箱，但是我觉得有它更好啊，用这个样更好啊。这种盖子是可以拧上的，然后每天留条缝就可以了。啊，我的天，我啰嗦了半天在干嘛？然后他们还在吃。对呀，就像这种洞一样，但是我没有啊，妈的尴尬，干燥剂。等不动啊，太等不动啊，怎么办呀？我的，你在干嘛？横冲直撞好莱坞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杜亚所剩无几了呀。哎，我们并没有啊，还有不少，那来抓几只吧。我可不是，哎，我操，你咬我，敢咬我，滚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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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还要咬我。是不是瞎？他是傻了，你看这里还有很多只。你干啥呢你？这个垫子根本就封不实啊，好多都藏在了里边。对，这个垫子还被咬烂了。
赶紧换电材吧，以后我换木片吧。树皮，对，你们叫它树皮。啊，我又亏了一条黑白王，真是的。我以后再也不信你们的建议了，买的东西都没有用。我忘了是谁建议我的，当时有个人说让我看隔壁谁谁的视频里，然后那个好吧，我以前也知道这个抽屉的问题，像派星人的那个抽屉就密封，上面有个网，但是这种抽屉就没有啊。可是他养大蛇没关系，养小蛇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肯定会跑，你相信我。喂点鱼吧，今天我现在宁愿希望他出来咬我一口。妈的智障，刚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无头鱼尸，结果他还不吃了。以前不是挺喜欢吃鱼身子不喜欢吃鱼头吗？什么怪癖了。要不今天就把他们盖子盖上吧，我怕明天鲫鱼死掉。会吗？这种鲫鱼它吃什么我不知道啊，红虫子吗？面包虫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这种是食用鱼吧，食用鱼我不知道吃不吃，它肯定不吃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而且看上去我的水蛭们吃得很开心，对，看这只特别开心，而且鲫鱼目似对他们爱答不理，看来鲫鱼不缺这点血。好吧好吧好吧，这上面的眼儿呢，我这个胶皮管插不进去是吧，那还有几个小盒也可以养，我养不了水蛭。来来过来吃，吸空气，来吸毒，吸口毒。我操，真给咬了。我操操操操，你他妈想啥呢？他在吸空气，吸欧气，快欧气，过来吸一口欧气，你就可以跑升天了。还排队吸油气，一人吸一口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主要这样子如果盖上的话，还有个屁用啊！这样这个缝儿足够他们跑出来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倒在这里头吧。上面原来有个那供什么氧的东西，我找不到了。来，盖在上面就不会出来了。然后这上面有通气孔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本来想看看我的蜘蛛的，它吃了，嗯，然后我的白鼠跑出来了，求你了，快进笼子吧，大哥。妈的智障，它都跑出来好久了。进来，哎，你进来就有吃的，哎哎哎哎哎，卧槽，他要吃完了，我太开心了。他刚才好像捕食，但是吃没吃到我不知道，我刚听到咚的一声。哎，吃到了吗？不知道。我赶紧给他的缸有点小，又出来了，然后他又钻进去了。我相信我可以抓到他，但是我不会去抓他，我要让他自己钻进去。哎呀，那我动进去啊，又跑了。他吃完了，我再给他捞一只小一点的吧，就你了。
我已经放弃找他了，反正我的白鼠、我的蛇都跑过。对，哦，讲真，你先不说，我都忘了，我这仓库里应该还有几条赤莲花油。对，当时跑了几条赤莲花油，你们肯定会说啊，我居然从来都不注意他们会不会逃跑，但是，啊，真的很容易逃跑啊，而且我不可能天天过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天天过来，好吧，我承认了。那只白鼠又出来了，但是我实在是懒得理它，然后希望它们能在里面活下去来吧。毕竟跟你们说，这个它并不会把它们吸死啊，真的不会吸死，只是抽血，就跟你们输血一样，一次人家只献血只会要你的500 cc 还是两三百 cc，我忘了，对你根本没有什么影响，反倒会促进你的造血细胞继续造血。18度，好冷啊，要不调高一点吧。所以说，对于鱼来说，它们也是，它们不会吸特别多的血，它们自己的体积这么小，所以说它们要是吸把鱼的血吸完了，它们不可能，因为它们呢早就炸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想看我的朱若清，但是它感觉不会让我挑逗一样。我得把这个对齐，对，不然它们会跑出来，对，然后来挑逗一下我的朱若清。咋不行？今天他离我有点远，不敢。没有太长的棒棒，对。今天视频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啊，又花了20分钟啊！下期再见，有你们真好。嗯，对，这里是笑笑，然后你点个关注我会很开心的，行了吧？嗯，好的，现在是晚上，我要去赶电影了，拜拜。我看到的白鼠在上面翻山越岭，嗯，再见，就这样吧。因为心情不好，我的蛇丢了，对。嗯，对，我的太阳之，哎，我的天呐，这是在想什么？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拜拜，拜拜，真的，我要关视频了，再见。